今天有准时到位，老师太棒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星期我们都说可以去教堂，我就很想要看到小朋友。哦，太开心了，我要搬椅子。我是想说我要早一点来。对啊，搬椅子的吧？太棒了，对啊，你小朋友，你要来帮忙吗？一起来帮我搬椅子吧。哦，一起，我们找一个椅子来坐。好，小朋友，你们还记得？我们要不要等坏坏牛搬椅子啊？没关系，你们先继续，我去找椅子。好 ，OK。上两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上帝的创造，对吧？先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又创造了亚当夏娃。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哦。哦，老师，我搬好了。好，太棒了，谢谢你。你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老师？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OK。你还记得上两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我们讲到。上帝创造了什么？上帝把我放在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没有，你也是很重要的。上帝创造了你来遍满这个地上。OK， 所以我们讲到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东西，最后创造了人亚当夏娃。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小朋友记得吗？很好玩。为了好玩？不是。小朋友，你们记得吗？我们讲上帝的创造这么多的东西，我知道了，是为了要很漂亮。很漂亮，是很漂亮。对了，为什么要很漂亮呢？为什么要很棒呢？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呀。所以就是要说了，上帝他很厉害，是不是？对的，这些东西就是上帝的荣耀。为了创造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名。那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荣耀吗？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亮亮的。对了。亮亮的，没有错。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讲到上帝的荣耀，通常就是白色的光。亮亮的。还有在诗篇，大卫呢写了很多关于荣耀上帝的事情，借着这个所有的自然界。老师，那我们会亮亮的吗？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发亮的。让很多人可以看到你。对，我们现在小朋友，我有亮亮吗？坏坏，你有亮亮吗？我有亮亮的吗？不知道啊，在努力发光。我们先看一段影片，我们再回来讨论多一些吧。OK， 麻烦你啦，我来开。King David loved God. He wrote a psalm or song to celebrate how great God is. This is what he wrote. The heavens show us the glory of God, how great he is. When we look up into the sky, we can see what God created.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hat we see in the heavens continues to tell us about God. The heavens we see don't tell us about God with words.But the message that they show us about God is seen by 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e can see God's glory in the movement of the sun. It is like an athlete running a course. It rises in the same place every day and then set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another place.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can feel its heat.
David continued, "The Lord's instruction is perfect. It renews life. What God says is trustworthy. The Lord's instructions make our hearts glad and help us see clearly. When people respond in awe and love of God, it is pure and it lasts forever. Instructions from the Lord are reliable and righteous. They are more desirable than pure gold, and they are sweeter than fresh honey. In addition, God's instructions warn his servants. When they are kept, there is great reward." No one can keep track of all his sins. Sometimes we don't even realize we are sinning when we disobey God. God, clean up our hidden flaws. Keep your servant from choosing to sin too. And don't let sin be in control. Then I will be blameless and cleansed from my rebellion against you. I want everything I think or say to be acceptable to you,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All of creation displays the glory of God, how great he is, although not perfectly. You see, the perfect revelation of God's glory is found in Jesus, who came to show us exactly what God is like. Because Jesus is God, he is the perfect display of God's glory. Oh, 小朋友，怎么了？你叫小朋友做什么？哦，看完了。你有看完吗？你有仔细看吗？有没有仔细听啊？你看我有没有亮亮的？有没有亮亮的？啊？哇，你真的在发亮哎！哇，太棒了！是不是因为我变，我有来读耶稣的话？我相信是的。哦，又亮亮的！哇，太棒了！好漂亮哦！乖乖羊，你来试试看，看你有没有亮亮的？我有没有发亮？我有没有发亮？哦，好像也有哎、欸啊，小朋友，小朋友，你有亮亮的吗？看看你旁边的朋友有没有亮亮的？哦，有没有人亮亮的？哦 ，OK， 上帝造了我们，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对吧？哦，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这个宇宙。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自然界，上帝所创造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之后，你觉得？哇，好神奇啊，亮亮的，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说星星吗？天上的星星，那也很神奇。还有前两天的大风，小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风也太大了吧？哦，对啊，这些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就是会让你觉得，哦，好酷哦，好厉害，好厉害哦，或者是当然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非常的有goodness 很慈爱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我们就拿太阳来讲，好像影片里面说的太阳每一天都从相同的地方升起落下，每一天每一天都一样亮亮的，每个人这个地球上的每个人都看得到太阳，都感受得到太阳的温暖，对吧？上帝的荣耀，上帝造了我们，我们也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我们也要像乖乖羊跟坏坏牛一样可以发亮，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哦，原来去认识耶稣、听耶稣的话是这么的棒，会发亮，我们就可以荣耀上帝的名。是啊，小朋友，你们记得要亮亮的哦，我们要努力发亮。OK， 那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荣耀上帝的名？那就是我们要读圣经啦，我们要常常的来听耶稣的故事啊，我们才可以跟上帝有个好的沟通，对吧？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会犯罪，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做错事，还记得上次跟 Amanda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吗？我们会有罪，但是靠着谁我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耶稣，靠着耶稣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耶稣，耶稣，耶稣，对了，就是因为耶稣、yeah. 所以我们更可以荣耀上帝的名，而耶稣也就是更代表了上帝的荣耀啦、对吧？上帝耶稣这么的棒，这么的好，这么的爱我们，太棒了。老师、我觉得我来了主日学之后我都越来越棒了吧。我觉得是，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越来越棒了，太棒了。有听耶稣故事的小朋友，我每次看到你们我都觉得你们在进步，你们都有变得越来越棒，耶、这就太好了。好，那我们要一起继续努力，我们要赶快
我们来加油，把我们的圣经全部读完。耶，好吗 ？OK。OK。Good。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我们今天稍微的总结就到这边。明天不是明天，下个礼拜我们有新的主题哦，但是还是在创世纪。OK。OK， 我们一起来学哦。好耶。好，那就拜拜啦。哦，老师，那我们要祷告一下吗？哦，对，我们要祷告。那我们先来祷告吧。哦、OK。爱我们在天上的耶稣，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爱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我要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耶稣为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更荣耀神。求主耶稣来带领每个孩子们，教导他们学会如何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老师，我们今天有东西可以做吗？有哦，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做。那我们赶快去做吧，小朋友，拜拜。